你看那个外国人看到小孩问你叫什么名字？What's your name？ 我每次看到这个，我都觉得很好笑。那小孩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叫什么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中国人不会这么笨的，中国人看到小孩二话不说，你爸爸是谁？你爸爸是谁比较重要？你叫什么名字又怎么样？可是在中国人，他永远是连在一起的。我比较想知道是你爸爸是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告诉我，我也不听，因为你分量不够嘛。我还记住你名字还得了？他随时在变化的。你爸爸是谁？我爸爸是领导，请进，请进。家里还有的巧克力糖就挖给他吃，要不然给谁吃？你说中国这么势利，我先问你势利好不好？中国很现实，很势利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。中国的事情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不好，四个字解决的，合理就好，合理就好。如果中国人不势利，你会争气吗？你争气干什么？中国人就是你有办法的时候，大家看得起你；你没有办法，谁都不理你。连认识的都装着不认识，你才有争气啊！要不你争气干什么？